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探险黄金城秘宝。再一次，我已经知道那个机枪手在哪里了。偶尔打我一枪呀！哇，手枪，手枪比较准。没办法啊。好了，我居然还没打掉的敌人都不见了，拿开我玩，好，是吧？拜拜喽。好吗？有啊。小贝。还是拿冲锋枪啊。突然他有点挂。啊，这边好像是我刚刚在打的时候的对面，刚刚就是有人躲在这里偷打我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哎，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到塔上去看看吗？
哦，我到了，我到降落伞No 这边 sign of 了。her. It's either very good or very bad. Eh? 不能爬。好，居然是用枪。还蛮聪明的嘛。Lena, what the hell is she doing? 还在拍，真是不要命了他。Hello, Buka Pintu. Siapa ini? Bicara sekarang. Sialanlo, cepatan Buka Pintu. Dai. 哎呀！It worked. 他们发现了。Oh boy. Wow, 什么后来？打到栏杆，不太好瞄准，好痛！终于，这要怎么出去？这样可以吗？再说，快忘记，觉得枪声蛮近的，我要小心。没有啊，在哪里啊？感觉声音在右边。啊，这。这又是在显示什么？感觉又是机枪哎。没有狙击枪，有狙击枪的话就好办了。
He's over here.没有人啊，谁在打我？哦，在那个中间。挖不出来，我要上不去。不见了！啊，在那，在那。这边没有路。应该是要爬上去。好啦，还是继续用冲锋枪。哎呦，这个可以换雷，那个什么，榴弹枪。反正 AK 到处都有的点。走吧。子弹好，会不会太少啊？这 place could use a good plumber。来试试看。哦，来来来。Where did they all come from？ Super kill！ 完了，子弹打完了，怎么办？这下继续啊！啊不！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